为求佛治故，为得实利故，为得大无畏故，为得佛平等法故，为救一切世间故，为尽大慈悲故，为得十方无余智故，为净一切佛刹无障碍故，为一念止一切三世故，为转大法轮无所畏故，佛子菩萨起入世心。我们这一个新发意的菩萨啊，听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只能说种种善根啊，但是你们耐烦一点，可能听不懂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我们讲了一年半，快两年了，就是最高的地方了，十地的菩萨。所以你听的时候呢，耐心一点，我语言呢说的通俗一点啊，那互相的将就一下。明了嘛，是不容易明了的，连菩提心都没发，要得菩提果很不容易的。因此嘛，跟大家说明白，而这段经文是求佛的智慧，求佛的智慧，要得佛的实力，得佛的无畏，得佛的大慈悲。经文上说无上智，佛智就是无上智，无上智就是佛的智慧。这里头包含着知佛的智慧，断一切的业障烦恼无明，正得佛的智慧，但是你得经过修，直断正修，这四种啊，一定得知道，一定得知道。修到究竟了，修到究竟了，那就得道成佛。什么叫直断？先讲知，知是知苦。这个知苦不是说我们自己啊，知道一切众生苦，一切众生为什么要受苦？知道自己啊，招感来的，要把这个招感的业断了，业因断了。完了就能证得了，断了业障了，就能证得寂灭了。但是呢，在你没有证得之前，想断业障的时候，就修，就直断灭修，知道苦是怎么来的，什么作业招感来的了，说我不作业了，把这苦给它断了。完了，正得佛道，正得佛道，这样靠修道。而苦呢，是业报，是报的法，报的法，但是你得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它怎么来的，知道来的生厌离心，别再招感了。想在世间上
生活当中贪嗔痴爱，要把这些个断了。断了这些个，才能够进入修道。感到修道究竟，这是引证前头的方便的意思。要得佛的力，佛的智慧，把我们集聚这个世间的业呀，把它变成了佛的力量，修佛的智慧，就是变成做佛业。对，现在大家开始在这儿训练，就是训练这个呀，这有佛的事业，对，佛的实力字嘛，那个到下文再讲呢。有佛的智慧了，没有邪见了，没有烦恼了。以佛的智慧破你那个所做的业，所做的有贪嗔痴啊、身见、边见、邪见呐、啊，把这些个业把它消。但是必须有力量，做的必须有力量。到了佛的智慧了，佛的无余字才能达到什么都不障碍了，什么都不障碍了。现在我们做任何事儿都有障碍，不是直通车，而且钻好多个弯儿才能达到。直到这种了，破除一切邪见的那些个业，得到佛的智慧。那么第三个呢，你心里常识惯想，你的自力本具的啊，跟佛平等望。那为什么达不到呢？就是人我法我执着太厉害了，要断人法的二种执着，叫人我之法我之。但是再过咱们这个我执啊，很难得断呢、啊，很难得断，是以我为主的。这里头要单讲啊，那长了。咱们是现在讲华严，不讲这些个啊。本来这要讲起来很多的啊。那你要知道这个两种无我，人无我、法无我，以这种智慧把它传授教授给一些众生，那这个业呢，就是尽于佛的业，佛的业，佛的业用。佛一听经做什么，就做这个教导众生，就是二无我理，两种无我，讲这种的道理啊，讲这种道理。这在说众生与佛平等平等。如果你有我执、我见、法执、法见，那你跟佛距离很远，平等不了。达到了无我了，人无我、法无我，在理上是平等的，平等的。还有一种救佛字，就是救度救啊，救度的救，救度众生佛的智慧，叫救佛字。没有佛不度众生的。众生在苦难当中祈求佛的救护，佛以四种业救护众生，那佛的业用就慈悲喜舍，用慈悲喜舍救护众生。但是救护的时候，佛发心救度众生的时候，佛以菩提智慧、大悲心清净众生的烦恼嗔恚。常以佛的眼睛
佛言啊，观看众生际的业，观看一世间呐、啊、众生所作业，这观呢就是十分片观的。眼佛字，眼佛字，嗯，现代《金经》《华严经》所说的就是无障碍智慧。无障碍的智慧，嗯，自然的化度众生，让众生的眼业消失，佛才有这种智慧，叫眼佛智，以佛智消除一切众生的眼法。嗯，那《大方广王经》说，这叫佛的无奈智慧，无奈智慧。什么去眼呢？让众生先信，先信，信而后信心坚定了，升起一种快乐，这是佛的业用。还有举佛字，说一念，就是一动心，一念之间，能知道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众生心，一众生心，烁烁不停的，众生心，烁烁不停的，就是念念不停，想什么，思想什么。因为你身口作业都靠你的心来指导的，说这个心呢、啊、烁烁的演变，佛都清楚。就在这个《金刚经》上引证的说，佛观一切众生心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了不可得，但是众生在念念之中变化，变化，佛是在一念之间，这样了知一切众生心的。佛以那个转法轮的佛字，佛转法轮，让众生解脱。但是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字，是吧？对哪一众生说哪一法，不是普遍说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佛说法有84000法门，是大数而已了，众生无量无边的。佛能以佛的智慧转这个法轮，法轮就是说法，把众生的烦恼摧灭消失。但是因为佛有善巧方便字，就随意说法，在无量世界千百亿阎浮提同时转法轮，佛在这个众生界，众生界很多啊，飞禽啊、走兽啊、海里的那些个，同时说，佛也四现无尽身云，不是光四现佛身，是现一切畜生身，说法，但是同时的，佛有这种善巧，千百亿万亿的众生。佛就四现无量身，给这众生法说法。说法的目的，咱们前头讲了苦集。佛说法就断众生的集，别再招感恶业报。没有因，不会有苦果的，不会有苦果的。这个苦果是因为心里头来的。
佛有这种上巧方便智说法，令一些众生也得了解脱方便。这里的包含着自利利他。那么的利他当中最主要的是四摄的慈悲，慈悲就是心，就是心。以这个慈悲假智慧，慈悲必得有智慧，没智慧的慈悲是耐见慈悲，有智慧的慈悲让他离苦得乐，这利他的智慧。但是呢，佛是以佛心让众生的心转变，转变。现在我们众生心呢是妄想心、嗔恨心、欲知心、烦恼心、无量住心，就是没有菩提心。梁严众生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发一个觉悟的心，发个明白的心。首先让我们先要有信心，没有先信自己的心。我们说听了道友说我有信心呐，我经常跟很多道友说，我说你信心具足不具足啊？啊，我有信心。我说你没得信心。这信心指什么说呢？先要信你自己的心。可能大家产生疑惑，我自己还不信呢，我自己吗？啊，你自己就是没信你自己，你没信你这个心。这个信心呢，先要信自己是佛。啊，我们在讲《华严经》之前，讲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寡讲这信心呢，我们讲了很久的时间。对，大乘起信，大乘起信，大乘，信大方广佛幻境，就这个信心呢。咱们还没有，尽管你也受三宝三规了，或者还受过五戒了，或者说学佛好多年了，你连什么是信心还没懂，还没懂。信你这个心跟佛无二无别的，同时你要了解，很多学佛好多年了，对佛还不大清楚，什么是佛还不大清楚。我曾经问过好多人，佛是印度话，但是没说全，人叫佛陀也，佛陀也，寡又一个字，把陀也就给撂掉了，而变成中国话了，佛佛佛。问他什么是佛？啊，那不是说的佛像吗？这不是佛，这是像。什么是佛呢？就是心，觉悟的觉，明白的明。说你觉悟了，你明白了，你就是佛。说你没觉悟，没明白，你不是佛。我怎么能够达到觉悟？怎么能达到明白？就是法。不论《金刚经》也好，《心经》也好，《弥陀经》也好，随便任何经，都叫法。这些个都是方法而已，就是《大方广经》也是方法，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成佛的方法。圆满你自己的信心，你光信不行啊，
得把它成就了，就是有了信心了，完了你发菩提心，使你这个心呐、菩提就分觉，发一个觉悟明白的心，这叫发菩提心。连心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你菩提心怎么发得起呀？说我发了菩提心了，没有证验，发菩提心有什么证据呢？发菩提心虽然没有断烦恼，它能降伏烦恼，它不会起烦恼的，贪嗔痴不会再生了。咱们一天贪嗔痴记住，什么都不懂，这不懂就无明，无明就是不明白，发了菩提心了就明了，这就是从实性圆满登了初住的发的菩提心。现在咱们讲这个现阶段呢，现在我们讲的呀是十地菩萨了，经过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咱们现在连十信位还没有。什么叫十信位菩萨呢？一个慧心、头心，认识了所有一切世间法，无常的、苦的、空的、无我，就有信心的慧心所，信心的慧心了别了，有了信心发心的菩萨，他觉得这个念头不对，刚一起心动念，咱不是很多念头吗？说这个念头不对，这是恶念，或者是伤害我了，我要报复，或者打很多坏心眼，或者想发财不是走正路，觉知前念起恶，觉得念头差了，起个不好的念头，能够止其后念不起，马上起念，马上就觉悟到了，使得后念不起，这叫入信位的菩萨。这个真不记住，咱连十信位的菩萨呀还没有聚，我这只是第一信，信心有十种，第一信。也是前念起呢，只是后念不起，这只是说菩提心的第一心，觉悟快。如果不是有信心的，根本不理解，他不会的，他念念相续作呢，不但心里想，而后又发出一口骂人呢，说脏话呀，翻论是非呀、挑拨离间呢、说假话呀，妄语，恐怕人人都记住，包括你骗你的儿子，骗你小孩，我们小孩要哭让他不哭，我给他糖吃啊，或者讲个故事，这都说妄语，妄语假话，骗孩子，包括在内，这就假。这个咱们现在好要详细分析起来呀、这个心咱不具足，信心还没有，谈不上发菩提心，根本说不上发菩提心。咱们这个发心呢，心要心，欢喜，看着进了寺庙啊，看着佛像了，看着师父了，这个心叫心要心，或者有这个善根，但是你不是有信心的，不是信心的。
在这个佛教导我们的时候，诸大菩萨教授我们的，每一个都有一定分界的，就都有一个分界，都有一个界限的。信心到什么程度才能说住心？到了心不颠倒，意不散乱，念念的都不离三宝，念念的趋向真如，这信心就差不多了，这叫住心。心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心呢，本来没有，心本无声，因境有，除了什么境界相啊？住在什么境界相？心本无声，因境有，说这个心呢，是因境界有的。说没有境界，没有心怎么升起啊？而《金刚经》上的须菩提问佛：“云何时降伏起心？”菩萨呀，发了菩提心了，又降伏的心，怎么样才把心降伏得了？云何住心？说我心呢，住在什么地方？咱们心住不住的，包括你连合计睡觉都在不住。他不从来不停的。佛告诉他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不住法生心，也不住境界生心。那这个心还能生吗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心生不起来，这叫无生。无生者就无灭，就心不生灭。这样好了，这样把心就降伏住了。须菩提证得阿难果了，他在人间说大神通，他生死了了，但是他的心还无，还是住在有相法中，住在四谛法。咱们现在讲《华严经》的境界，可不是罗汉的境界，也不是《金刚经》的境界了，比那更深入的多了。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以此心再来了解十地菩萨，他怎么发心，他这个心是什么心。那么现在讲的是十地菩萨，十地菩萨、初地菩萨跟佛就相似了，他证得法身了。说上求佛智，这是他的愿力；下化众生是他的慈悲力。他还要从此重新发菩提心，不是实住的发菩提心的心。等了十地了。还要发菩提心，咱们现在呢，有学华严的，要学发菩提心。咱平常说，你发心吧，发什么心呢？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的含义就是你要觉悟，发觉悟的心，发觉悟心要发成佛的心。不要落二乘果位，也不要求人天的幸福，那还是在无常当中，要发一个佛的心。什么是佛的心呢？以大悲为首，智慧增长，善巧方便所设，嘴上的身心所持，如来力无量，善观察分别，勇猛立志，立无奈志，现前随顺自言自，能受一切佛法，以智慧教化
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，尽未来际。咱平常说这悲心，咱没有啊，说是怜悯心呐、啊。稍微有点挫折，怜悯心就没有了。如果你对一个众生，同志，对于狗，特别对于老鼠，对于蟑螂，在灶台上的蟑螂，你能对他生起大悲心吗？对人，咱们是对的，大多数对的好人，还有同情心，说这个人狠恶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，你对他有大悲心吗？他杀你害你，和你砍上你好多刀，哎呀，你说你别造业了，心里还怜悯他，他在正在伤害你当中，你还怜悯他造业，怜悯他要下地狱。这个时候你大悲心生得起来吗？如果大家读到《金刚经》，佛说在割离王前生500世以前，割离王伤害佛的时候，一刀一刀割佛的时候，佛那是以大悲心来摄受他的，并没有抱怨他，并不以此为苦，这叫大悲心。悲心加个大，把他看成跟我同体，同体大悲。对，伤害我的，不但不起烦恼，还以慈悲心说他造业了，这样摄受他。但是为什么能这样做？得有智慧，得有大智慧。第一个，你刚才讲二法无能，先是人无能，我是空的，伤害不到我，乃至所有伤害的法子都不存在的，虚妄无实的，一切法无我，二无能。真的有智慧啊，智慧增上了才能大悲心的恳切，完了还加很多善巧方便来摄受他，怎么样的转化恶念，怎么让他不造业。这得靠最上的身心，最上身心指着菩提心成就了，觉悟了。怎么成就的呢？说观一切法无我，观一切法空。咱在般若过程当中，学般若过程当中，观一切法皆空。让大家进了庙门来，你进了庙门，看到法堂啊，看着修大殿，看着，这是有的，是没有的？再么因为都是有的了。但是说都是空门，怎么讲啊？空门，无相，无作，什么相状都没有，是空的。明明这有个大法堂，怎么说是空的呢？它没有体，没有自体，因缘所生的，因缘所生的法都是空的，没有实在的，能生的，现在看它存在，它必定空，必定坏。这个道理得多说一点。那么这个庙，这个地基呀、啊，在宋朝时候是大华严寺。大华寺从那后头山顶上到前头，这个到我们前头对门那广这个地址，这个地方整个方圆还很大，这直线两方左右，
大欢寺哪儿去了？没有了，现在又没有修一个普寿寺，不是将来也会没有的，是假的呀，不是真实的呀。那这庙的时间长一点，物质的，但是我们人身体这物质呢，最多也活过100岁嘛，很快就是假的。你平常时候观一切事物，带它当体上就是空的，为什么呢？缘合成的，因缘所生的法，我说都是空的。佛说的话啊，说佛原来弟子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名中道义。现在所看都是假名，生灭，生与灭中间有一个不生不灭的，叫中道义。生是一边，灭是一边，中道是不生不灭的。佛的智慧是不生灭法，我们现在在生灭当中认识，学习认识，认识完了发菩提心，发了菩提正德，正德完了以慈悲利益众生，让众生也正德，这叫智慧。智慧有几种，一种是根本智，就是跟佛同体无二无别的，我们都具足的，但是没有让无明障碍、烦恼障碍住了，得讲善巧方便把它消失了。懂得这个道理，只有身心甚深，没有境界相的，什么甚深心呢？菩提心成就了，但是这个身心所产生的力量，如来的力量，身心就是如来的心产生的力量，这个力量，这个智慧啊，产生这个智慧，善于观察分别，这是自力勇猛，就叫勇猛立志。如果是举佛的例子，我刚才举的格里王大格的身体，乃至修道那个临那个成道的时间，所有的魔障全现前，五蕴中啊，50种阴魔呀、天魔呀，一切都现前。如来有智慧，那个力慧能消灭他们，说消灭者不被障碍所奈，就叫勇猛智，无力智，力无障碍，随顺一切的境界相产生的智言智慧，不被境界所转而能转境，就把外边相都转变了，成我的智慧。这楞严经上说，心能转境，即通如来。说你心呢，把什么境界相都把它转变了，跟如来一样的。不能钻井，不能钻井就是众生。世间相，咱们所处的世间相很多事，你要认识它真实面目，你是真实面目。曾有一个道友问我，他这样问我的啊，他说佛经像你们男众女众出家的还有欲望没有？男女关欲望有没有？我说没成道的时候都有。我说他有对治的方法，不要他生现行，
这肉体任何人都一样的，没变成智慧，欲望是有的。我说还有啊，佛教什么很多方法，观照的关系，思想就是观照的意思呢，就是呢认识论，这叫认识，因为这个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你说女众，女众啊，男众看女人，美女，大家看过《聊斋》小说没有？有一段是画皮，画皮，骷髅鬼，骷髅鬼啊，他天天拿张皮在那画，画完往脸上一贴，画极美貌的美女，假的，画皮，他是个骷髅。还有现实的化妆，化了妆啊，现在化妆跟古来的化妆、过去的化妆不一样了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大家知道的四大名旦，可能你们都没看到了啊，过去的了。梅兰芳，我看见他化妆，60多岁老头子了，满脸胡茬子，哼，他把他一刮一剃呀，等他一化妆，拿墨上一抹，上台十七八岁的姑娘，美女，哼，他下了妆啊，再看他，这都是假的，这都一切假象，这是人演变的。还有你这个受报的幼体，你观察一个人从幼年到他老年，他经过多少次变化，变化全是假的，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是不变的。人说真金不怕火炼呢，因为它不是真金呢，是假的呀。说这个身它不是真身呢，是假的呀。得到死亡，你把一个人幼年间一年一张相片，到他80-90岁，到我这个年龄了，老了，老了自然就丑了，老了就丑了，自然就丑了，他六根也不灵了，对，这种观察呀，还不是善观察，这的时候是善观察。当体即空，观住法当体即空，因为什么呢？它合合的，不是它本来有个面目，合合的。咱们重学，同学，咱们的人身，指甲的生，头发的长，爪生脉展，脉转筋摇，这个脉都在转动呢，这筋呢也在摇动呢。要停下来，那人就活不了了。那指甲盖要长的，头发要长的，你这四大，这地水火风，一大偏重，就病了。佛说告诉我们，四大404病，自然的就404病，等它一发展了，那病就更多了。你这样来认识啊。这才叫善观察分别。佛对一众生观察一些事物，有情的、无情的、气世间也在变化。展开三，三在不停的变化，念念的变化，不是一下就变化，人也不是一下老的，他从念念天天在变。这才老了，并不是从10岁一下子就活到90岁了就变了，不会，他不会跳的，是一年一年来的。善观察，在这种智慧当中才产生了没有障碍，现前顺自然，顺一些自然的生态，随它而有。它为什么生态？你看，就是有这种智慧，
这有自然规律，人从你幼年到老年，这是自然规律啊。但是你认识他呀，认识他就不被他所转，要转面他，看他是假的。但这假象它变化很多的，大概我看我们这个地球上一天不消的死了好多人，并不是都等着老来死啊，也有小孩就死了，也有受枪杀的，特别在那个伊拉克每天都在死，大的小的老的，国内哪国人呢，灾难现前自然就死。因为你能够顺佛教，能够领受一切佛法，佛法大家以后记到，佛法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，佛是觉悟了明白了，我们要想明白想觉悟都学这个方法，这叫佛法。我们糊涂不明白是种业障，就叫业障。业呢，你所做的业把你那个智慧明白给障住了，叫业障。等你业，你所做那个业是明，不是智，不是那个障，你知道了，这就随顺一切诸法，现前自然自。能够随顺一切诸法，现前自然自，能够接受的佛法，这叫什么呢？接受智慧的教化。为什么有人说信佛是迷信？他没得智慧，他不能接受智慧的教化，他所接受的教化就是贪嗔痴慢疑身边戒禁邪，这十种就把他扰乱了，他没办法开智慧。但是顺着生死流，顺着生死流转，学佛的人有了智慧了，叫逆生死流，不是顺，是逆，再不顺生死了，逆生死流。逆生死流就是智慧，逆生死流不顺生死流转，顺着智慧流，直接达到成佛，这才能受一切佛法，以智慧的教化力意识到一切法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，一切法究竟是什么样的，像虚空一样的。广大入法界，什么叫法界？法种种样样形形色色，这是咱们所说的法。佛教所说的法是心，法就是心，戒是升起，因为升起你的心才有一切法，是吧？心生的种种法生，心灭的种种法灭。这个戒呀，不是界限的戒，升起意，升起。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，这是最根本的话。说要找住法的究竟是什么样子，虚空什么样子，住法究竟就是什么样子。你要找到住法的根源，最后从它升起的时候就是假的。咱入这张桌子，当原料是木头，原料木头是树啊，不是桌子，那假人工，那光木头不行，还得有油漆啊，还得有胶啊，把它胶住在一起啊，
是吧？一切诸法因缘生的，有因得加助缘，没有缘生不起的。有时候说因不生，缘起的，但是没有因，缘助不成的了。说佛有四句话：因缘所生的法呀，不是真实的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佛说呀，因缘所生的法呀，我以佛眼观故，都是空的。把这一切法做两种判断，一名宗道义，可以说是宗道，性空缘起，宗道义，缘起性空翻过来了，缘起是有，以有为主，性空缘起以性空为主，就以心法为主，说那些个缘是假的，以心为主，缘起能储成你的心生，说心生在种种法生，心灭是种种法灭，这叫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，永远入世，一切法都入世，一切事物都入世，不存在的。现在再早，满清时候时的一切事物没有了，那些人没有了，什么会再来呢？谁也不知道自己前生、再前生、再前生，不知道，知道吗？你没有过去的智慧，未来呢？你也不知道啊。你这个命根断了，生到哪儿去？还来不来做人？是断灭吗？绝不是断灭。我想大家都做梦，梦中有时候告诉我们前生做过什么，干过什么，有时候处一个现今境界下，你突然间意念起，本来你今生也没到这个地方，也没看过这个事物，但你到这地方好像很熟很熟的，好这事物好像好自己在这生活，这说明你在这是前生在这待过，可以验证。但是你做梦好多去的地方，那个环境很生疏，或者受苦难呢，或者做什么有特殊一个环境告诉你了，你现在生命舍掉的时候可能到那个环境去，这预示。但咱们知道做梦是幻化的，醒了是没有的，但是它跟你显现事实啊，拿这个理解来就想未来观现在。说我们大家能有个因缘，今天在这共同学习华严经，只能说今天在这学习华严经，明天是不是还得能在这学习呢？不一定。或者你家突然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赶快回家了，佛就是参加不成了。我们的师父也是这样的，突然的障碍来了，他走开了。什么障碍没有？现在为了给你们腾地方，我们这在家的道友来听经，我们这个比丘尼师傅都没来了，我们平常的这后头坐满全是比丘尼师傅，现在好多个单位都没来了，那没什么障碍，没什么障碍，这座他就听不到了，这还有因缘吗？就是一饮一啄，你喝口水吃口饭都有一定因缘的，不是你自己做能达到的。本来可以多听几天，哼，我又害病了，还讲不成，我讲不成你也听不到了，
没人来讲了。这还是因缘吗？这都叫因缘，因缘所生的一些法呀，不是你能想得到的呀，你想不到的呀。我个人就常识对这个，我个人的因缘就是这样的。我做梦，说梦是假的，但是我做梦发现出家，我就出家了。出了家就受戒，这是很少的。那因缘呢？就是因缘呢。我刚一出家，出完家正赶上那儿传戒，那我师父就让我去受戒。受戒在戒堂里头做梦，我搁浆一满，我就去抄九个三，叫我去抄九个三，做梦啊！一个老人叫我去抄着九个三，我就抄九，我也不知道九个三在哪儿，上到北方，在九个三，又做梦，梦见叫我上孤山，梦中告诉我去孤山，我就去孤山了。他确实有这个地方，但梦是假的，我就不讲，我梦做梦。让我出家，出家了，出家到九九人到孤山了，在孤山。但以后这些梦就没有了，为什么？那业障就重了，业障重了也不视线，也不跟我说了，不跟我说就梦没有了，也叫梦中参，参去吧，自己参去了。对。但到孤山有点怪啊，我好孤山有个河水来，在那后山寺庙前头。我到那河水南去，哎，这个地方好像我来过，好像在这地方住过，我真的在这地方住过，那是好多辈子了，不知道了。你说做梦是假的，假的也能显真的呀。咱们生活本来都是假的，为什么有穷有富？我说不平等，这个平等找不到的，个人的作业。个人去聊吧，谁做什么业，那你就受什么报，受什么报。这叫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。怎么解释呢？因为法界升起这一些事事物物，心生在种种法生，全是假的，没有障碍。有障碍就办不到了，尽未来际就轮转循环无穷无尽的。但是啊，不出你心念，这叫环境境界，不出于心。但是环境讲的三心，就是大乘起论讲的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大悲心就是咱们刚才讲的，以大悲为首，智慧增长了，自度度他，度他的时候就是度自己，度自己的时候也是利益众生，自他不二，同一法界故，这就是究竟入虚空，广大入法界，是无量身。就是一身，身千百亿化身，还是一个身呢？一个身能化千百亿，但收拾下来呢，就是一身。解释广大入法界，就是说含义非常广，你怎么解释都可以。你看张华经讲。于一毛端现宝王城，说我们这么好几百人，说在头发尖上的，在这毛端上的，谁信呢？谁也不信。事实上就是如是，说这一毫毛端，它就是一法界，广大，把这些事物都融在这一毛毫端里头了，它为主，其他都为副。换一个说，这朵花。这朵花为主，那一切法都入到花上，绝哪一法为主，其他就是伴。在华严经上叫主伴圆融，自在门。但是你进不到这个门，成了佛进到了。像这些登地的菩萨
进到这个门，他能有入室的作用。佛子，菩萨始发入室心，即得超凡夫地，入菩萨位，生如来家，无能说起种族的过失，离世间取，入出世道，得菩萨法，住菩萨处，入三世平等，与如来种种决定当得无上菩提。这个是金刚藏菩萨对着在会的大众菩萨说，在这咱们这品呢，这法会的会主啊是如来藏菩萨。人们讲了很多了，前头说十地菩萨怎么样发心，怎么样成就，怎么样进入十地的。要说像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一样的，这讲故事从头到尾。那菩萨最初发心的时候是发入世心，什么心呢？想成佛的心，想得到智慧的心。一发菩提心，超乎凡夫地。在华严这样讲啊，其他经没这样讲，说发心的时候就成佛了。初发心是成正觉，一发心就成佛了，就是不发心。是不是发了心就成佛了呢？发了心，依照你所发的心，让它增长、增长、再增长。发了菩提心得增长啊，所以我们在凡夫地发了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毛到凡夫，心不具足，等你修一大劫，入了住了，等着出入菩萨了，再发菩提心。这菩提心就真刻了，相似正佛国，不是真正的相似，所以叫三贤位了。经过初住、实住、那实回实行、实回向三四位，现在进入初地，又发菩提心，还是那一菩提心啊，发的情况不同，证得的愿力不同。说假使说我们现在信佛皈依三宝，说我要发菩提心，发个觉悟的心，这个觉悟心想做什么呢？想成佛度众生，度众生成佛，成了佛还是度众生。说这么一发心呢，就不是凡夫了，就说明呢有希望了，了了生死，证得涅槃，有希望。而你没发这个心，这个希望永远没有了。说一发心就不是凡夫了，就是菩萨。我那天跟大家讲开始，我称我们这些个来这培训的道友们，我称你是菩萨，就根据这个道理称的菩萨，都是菩萨。但是没入位的菩萨还没有地位呢，刚发心，心发的也不坚定，在这十天培训时候是菩萨，发了心了，赶到一回家去，一个家庭的生活，一到社会去工作了，心又忘了，不是菩萨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接触的人，你所做的事儿都是烦恼业，烦恼业。如果哪位在家道友说我再不烦恼，我从来没烦恼，我说那是骗人的，那是开玩笑的。
那你问问我们这些出家的师父，不论男众女众，他们有烦恼没有啊？不过另一种烦恼，不是在家那种烦恼，他们也有烦恼啊。生老病死苦的烦恼谁都有，谁不害病啊？病时候烦恼不？病苦不苦啊？但是他有个界限，什么界限呢？但是我们生了病的烦恼跟那在家的道友什么烦恼不同的了。怎么不同呢？这时候我们有一方面还是想想温暖呐、想温情啊，想什么？想这些个回忆了。我在家呀，我要生病了，我年纪小的，我妈妈怎么照顾我呀？怎么疼爱我呀？又怎么来？又找医生干啥的？我在这儿，师傅跟师傅感情没那样子。为什么？那是世间事儿啊，那是烦恼事儿啊。师傅不会找烦恼的，不再找他，说这是不同。这一点不同，而且呢，出家毕竟他修行好多年了，他对病的看法不同，他不会帮病的忙。什么帮病的忙呢？而每个道友，不论你是谁，有病的时候，你这个心理状态发生变化，三分病，心里头帮助他的又来个三分，就是九就是六分了。六分了，完了一烦恼加一倍，十二分了，增加你的病。有病要找先生了，要找吃药了，要碰个名医呀、还不错，要碰个医生不大高明的，那麻烦了，病上加病。说医生很高明，但是你的身体不适应。本来没得病，没得病为什么吃药啊？烦恼病，烦恼病得吃着咱们佛所说的药，这要吃药，这个药可不是世间草药啊，这是你心病的药。咱们这个学佛经对着我们这个一切烦恼都是药，把佛经当药师，就这个含义。说你在这个在家入出家，那是在家发心的菩萨，在家发心菩萨绝不称呼你是比丘比丘尼，优婆塞优婆夷，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子。为什么有这么分别呢？这个分别就是那女心呢、心呢。说你刚发心的时候，跟那个没有佛心、没有明白三宝加斯利的人不同了，是这样抄，不是你就正果了、就解脱了，还不到。他说你那个心刚一发心，你这个心跟凡夫心不一样了。说没断烦恼。没断烦恼你硬是烦恼了。当你发脾气，刚才我讲刚要一发脾气，哎呦，我受了三跪了，佛教我们不能发脾气，警觉性又把它克服了，所以他就超凡夫了。刚一生贪心，说不要贪了，贪到也是空的假的，就是不起第二心，不去想种种犯法，这样的入的菩萨地。菩萨就是菩萨者菩提萨埵，据如来说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，让众生觉悟。当你一生第一念保持不住啊，不能尝试觉悟啊，生了一个不觉的念头，马上第二念就觉悟了，把那个不觉悟就制止住了，这样超凡夫地啊。不是说你比凡夫比那没信佛的高了好多，不是，就是信心的关系。入菩萨位得发菩提心，
发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，觉悟时间长一点，认识到自己，也认识到他人，认识一众生，认识三河大地是怎么回事，任何事这个事儿究竟是什么原因。这才叫生如来家。生如来家的发心呢，发的是菩提心，不是现在这个心。入菩萨地，他去除种种的过患，觉悟的快一些，比凡夫觉悟的快一些，马上就能惊觉这个事我不能做，你这个事我不能做，制止他呀，在深入的发展。说在这种生如来家的时候，就是种族的关系，就不能说他的过去的过患。如来菩萨为了有八种过患，应当记住。八种过患都是什么呢？入位后，你入了佛后，他升起一个除世间的心，不在世，不想在世间混了，像这世间没搞头，没什么可贪恋的，心就不去生贪恋，那你的意念就不颠倒。如来菩萨为了这除世间的心呐，就重了，除世间的心重了，大家看见的，比丘比丘尼跟你们不同，他都向往除世间，世间的事儿他都没有了。第一个男女关系没有了，第二个他的烦恼少得很多很多，世间的烦恼他就没有了。他的除世间的心呢升起了。因为在这个出家人他身边有护法神，或者280戒348戒，他又犯了几个，不能说全犯吧，每一戒条都有护法神，5个护法神，他能吃到100，他就500个护法神，他的灾难免除很多。你看出车祸把哪个和尚撞到了，很少，很少吧，因为他不去呀，那怎么撞到他了？没有和尚开车的，我一个弟子在开车上开的超速了，开到树上去了，树一撞车子翻过来了，他在车里给甩出来了，人摔昏了，警察一看呢，他看什么伤也没受，车子伤了，修理一下也算出车祸呀，但是没伤没死。类似这样事很多，假和尚不同啊，我说真和尚啊，那么五台山就有一个和尚出车祸摔死了，我说那是假和尚，不是真和尚。不是说他说他也没有受戒，他也没当过和尚，我头一剃穿上和尚衣服就是和尚了，冒充和尚的，这个不算。我说这个证明他这个过患。入了菩萨位，离开生死的苦难，咱们说的入位菩萨，咱不是入位的菩萨啊，凡夫受生死轮转，菩萨呢他超了凡夫了，他的生死轮转是愿不是业，
不是发愿度众生吗？那他不来世间哪里度众生啊？他是愿力，说他生的如来讲，说生的过患是没有的，没有的。但是这个所说的过患是说着相似法，咱头一讲相似法，说他还没有成道呢，没有完全成道，相似入菩萨位，不是真入菩萨位，真入菩萨位就没有了。生如来讲，现在我们佛弟子，这是佛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四众弟子，你受过三皈，就是佛子，就算生如来家了吧。但是佛的假儿子，不是真的儿子，假女儿不是真女儿，为啥？你没入位啊，像那个大菩萨登了初住以后了，那不受生死了，那真佛子，真佛子。再说真客了，真佛子得登了初地才算真佛子，才能继承佛位，向菩萨那儿行道，这叫生如来家。生如来家，生如来家了的，说他种族的过患呢，不可以，他是现的了，不是真实的了，他不是世间的六道轮回，他离开了，不是六曲了，不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，不是六道了，他得了觉悟的方法。菩萨就是觉有情，觉有情的方法，他住在菩萨住处。菩萨住处是什么呢？心呢，住在心上啊。他不住才生心，不住生香味触法生心，无所住而生心，这叫菩萨住。对这个道理，大家一时啊可能想不通，菩萨住到什么地方呢？住到无处的处，住无所住，无住的住，才能够入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平等。三世平等，你如来总决定当得无上菩提，这样才得到无上菩提。这些个道理，现在社会啊也在研究。为什么研究呢？有些个现象发生了，没法解答。你知道，1943年。二次大战，日本一个潜艇把美国一个兵舰打沉了。这兵舰有名字的，水兵都有名字的，我没有记不得了。打沉了之后，到1995年，相隔52年。菲律宾的巡洋艇，巡海边的巡洋艇，舰艇，看见7个水兵啊，求救。菲律宾的舰艇就把他救上了。说你们哪里在掉到海里的？他说：“啊，我们是昨天晚上，让日本把我们兵舰打沉了，某某兵舰上，美国某某军。”那菲律宾舰艇听说你说的是真话呀？说假话呀，说真话呀，说我们这没打仗啊，说你说的打仗的时候是52年前了。他说没有，我们这赶脚一夜啊。往美国一联系，美国就证实这7个水兵是这个兵舰上的，这兵舰沉了，相隔52年。他说再回家去呀、啊。他的小孩子，哼，
都五六十岁了，他才二十来岁。什么道理？我们现在讲这个三四平等，五十二年跟在平等平等，这叫什么？时间跟空间合成一个了。咱们知道和尚定宗方其日思想几千年呢，这一入定，时间停歇了，他入定的就是静止状态，他入了静止状态了，不动。说咱佛教讲佛经啊，一时没跟他说什么经，就是你听经这个时候，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咱们现在讲听《华经》就是这个时候。佛说那个时候跟我们这时候一样的，就是一时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地点，就是时间跟空间合二为为一。说这个时空隧道，科学家研究，有时候啊是处理静止状态不动了，有时候它又开开来了，它把你吸收进去了，而且它又合拢了，又成镜子了。现在只能研究到这样，是不是能研究像我们佛经这样说的？现在科学家还没办法。类似这样事儿啊，我收集大概有十件。俄罗斯一列地铁火车，这个没几年，一列地铁火车呀，好多人呢，大家知道地铁跟那火车一样了，这一站开下一站14分钟，中间没有了一列火车，没有了，到现在都在找，找不着了。那火车只能在火车轨道上跑吗？还能跑出火车轨道外头真跑啊？但是它中间怎么断的？没有了，到哪儿去了？我们现在讲这个，跟着拿这个比喻现实的，你不得不信，这叫住菩萨法，得了菩萨法了，住菩萨处，这个住处是没住处的，一个村落突然间没有了，100多个人突然间就消失了，特别奇怪的，一个老师教小孩中小高中的学生。才十几岁，教他们踢足球，这个小孩子咋一球踢进门去了，高兴死了，他们一跳，这小孩就没有了，操场上整个就没有了，到现在还没找着这小孩到哪儿去，死了吗？没有死，没有死在哪儿去了？就在操场上踢足球，只能说怪怪怪。怪也没办法，但是他们美国不信鬼神的了，说被鬼抓起来不可能了，没有这个事儿，那也是他入了时空隧道，在这一开，他堕入那里去了，堕入那里就静止空间，空间静止了，时间也没有了，把那个篮球场啊整个的到了空间去了，空间就没有了，我说马上又恢复原状了，它只一瞬间。这就是那个科学家研究说，说在这个静止状态之后啊，时空隧道啊，它有时候开，一开就闭上了，不是常开。说这些人没死，他静下来停下来了，他在那里待着吧，也没死也没活，等他一出来100年也是赶着那个时候一时了。这个道理我拿它来做印证了，说我们这个三世平等，过去现在未来，那佛教有没有这个故事呢？有，证实的，奎依大师前辈子玄奘法师到西藏取经，大概走新疆跟阿富汗这个地区，阿富汗是古佛地呀，阿富汗呢，
但是突然间那个山崩的时候，崩出一个大缸，缸也不像咱不要想象是咱们这缸这样子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么发现里头一个和尚，大概是出家人，那是。那么呢，玄奘法师一看就知道，说这和尚入定。玄奘法师拿银杏给他出定了，出定了，他就开始问了，哎，他说现在释迦牟尼佛降生没有？玄奘大师说你是什么时候的？他说我是迦舍佛末法的弟子啊，我等着释迦牟尼佛来，我亲近释迦牟尼佛。说释迦牟尼佛入灭已经1000多年了，快2000年了。玄奘法师唐朝时候逃到取经，那时候佛灭将近2000年这样子。哎呀，那个老和尚说，我现在又错过了，那我好等着弥勒佛来再说吧。他又想入定，玄奘法师劝他说，释迦牟尼佛你过去了，弥勒佛降生你还不是过去了，说你呀跟我共同弘扬佛法，咱俩共同宣扬佛教，我到印度回来呀找你，你到西南啊长南去投生，叫那黄溜溜瓦绿溜溜瓦那个宅院去投生，让他投生到皇宫去。结果玄奘法师在印度17年回来，找17岁的小孩，皇宫里头没有男孩子，没有，找到御史敬德家里头去，又找到奎基大师了。啊，一见着他，那就玄奘劝他出家，真是，他说我不可以出家，我要享受享受。他说享受什么？他说要我出家可以，我带一车美酒，带一车美女，带一车金人财宝，我就跟你出家去。玄奘说可以，你带着吧，带着我带你出家。他家有钱呢，备办这些没问题啊。但是一到寺庙门口的开了悟了，什么都不要，外号叫三车法师。大家看奎西大师传呢，看的有时候传记有上有，他在迦舍佛时候到释迦牟尼佛多少年了，没法计算年月，他进入空间了，说和尚一到了空门到庙里头，他另一种环境了，说遁入空门，等于像这个寒也遁入空间了，他也不计较年限了，也不叫家庭事务，什么都放下了。但是我们现在不行，我们现在这一个师父们呢还想家，还要放个春节假了，又干什么，又探亲假了什么。过去和尚没有，出家就没有家了，说出家由故家，是在家两不发呀，你也发不了嘛，家发不了，就是这种道理。应当知道菩萨得菩萨法的菩萨住处，三世平等。我刚才讲这个过去现在未来，把它看成平等平等。咱有没有这个感觉三世平等的时候呢？每人都有。当你静止下来了，心里什么思想都停了。学佛嘛，学佛有时候打坐嘛，有时候学禅宗人最容易，他观想什么都不存在，诸法万法皆空，一尘不染，一尘不染，连这个土地都不沾，一切法是空的。到这个时候就是静止状态。但是到那个定的功夫到深了，他自己能入能出。入定很难，出定更难。我刚才说奎基大师前生啊，他不只能入不能出啊，在入定的时候处于静止状态，他没有智慧啊，不像这个大智慧，他有智慧照，他寡寂了，
只管双修，为什么要只管双修？你寡定寡止没有观，那什么时候动啊？什么时候出来啊？决定得到无上菩提，要止观双修啊，能入定，能出定。这位慈济大师前生，如果能出定的话呢，那就好了。那为什么好了？释迦牟尼佛来，他就亲近佛；释迦牟尼佛，他找成道了。但是他是大菩萨啊，慈济大师就是大师。这生他活的寿命不长，30多岁就圆寂。他也不愿意多活了。另一个说三车法师，他的著作也有三车，就是他写的论，他一百部论著，他做了一百部论人著。这是大智慧人，是静能生慧，是做故事讲了。因为我讲三世平等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三平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